我的天哪，吓死我了！怎么把兽脸关了？感觉光怪怪的呢。哦，这光有点遮住，有点遮光了。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热死了，刚刚去拍抖音了，但是我觉得没有拍好，所以可能你们看不到。热死了，热死了，热死了。去舞动了一下，天哪！对，做实验。等一下，我把光调一下，这光有点丑。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让我来看一看。嗯，还是挺丑的啊。主要是我这个架子离我好远啊，怎么办啊？谢谢鹰燕，没有你的。没有你的四月又到了的夜蝶，一个花掉地上了。等一下，我捡一下。绝了！为什么这地上会有一簇花呀？送你们花。这个光真的很怪，挡着我了。我再来调一下，等等。嘟嘟嘟嘟嘟。你这样会不会好一点点呢？应该也没有好到哪去。总觉得有东西挡着我了。哎，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光不怪吧？谢谢青石行，谢谢喷火龙，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晚上好，都没有睡好，眼睛有点痛，有点酸，肩有点憔悴。我感觉我今天化妆都不会化了，有点累。刚刚。补了一下觉，我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谢谢 JM 的荧光棒。明天没有说几点做核酸，希望不是早上吧，但我觉得有可能是早上。我感觉最近都不能好好睡觉了。谢谢是一只羊驼。我待会儿10点的时候要去直播剧本杀。谢谢智能起来，谢谢马小。今天多睡一会儿吧。今天多睡一会儿，那明天起不来怎么办？谢谢马小，谢谢智能起来。可以去火星。剧本上的内容我不知道哎，完全不知道啊。其实我不太会玩剧本杀，我头发慢慢的绿了，你没有觉得吗？不觉得就是比之前绿吗？我之后可能去补个色吧，补个色。荧光棒。哦，原来我把我的那个声卡放楼下了，上次没有拿回去，可能要等就是放行之后才能够去搞头发了。最近都封着了。谢谢一条咸鱼，谢谢你在想桃子的99个荧光棒。要封多久？按理来说是5号解封，但是呢，不一定，不一定。好了，我们今头发像枯草一样，没有，不至于吧？还带吧，最多是，还可以吧，还行。谢谢九夕，谢谢鹰燕的99个荧光棒。做核酸要戴2个口罩，当然我们那边做核酸都是就是我们团的人哎，我觉得，应该无所谓吧。我们团的人如果有一个人那个什么的话，我觉得全部都差不多了。对，专属。谢谢小手，谢谢清风，
个什么，谢谢红轩。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去应该还好，我们是我们去就算是专属的吧，我们这个园区。然后今天去排那个店员，哦不，今天去排小卖部，我没有排成功，我排了好久，结果后来说最后一个啊，不是，在我那个社长说，在我之后回园区的人，你们都不要进那个中心了啊，不要进中心了，结果我自动去住隔壁酒店去啊。然后其他人就唉声叹气的离开了那个队列，因为如果再不离开的话，就会被关在中心外面，就要去住酒店了。其实我本来想买冰激凌的，虽然我泡面有很多，不用买泡面，但是我还想买冰激凌。谢谢 KC， 谢谢阿洛阿洛，因为最近吃不了喝不了奶茶了，所以就想喝甜的。没有感冒，刚刚去舞动了一下，有点热，出汗了，休息一下。谢谢 KC， 谢谢洛德威。哇，我明天约了课，我明天6点钟上课，上一个，但是新老师，不是我之前那个丽君老师了。我之前那个丽君老师，我就说他怎么最近好久没有联系我，就是说来上课吧。原来他被封住了，他没有设备，连线上课都上不了，线上课、线下课他都上不了，我就无语了。谢谢修狗的修狗，不是修狗的修狗，修狗的修狗，不是修狗的修狗。这个对，明天可以试课，但是其实我已经买课了。然后你说什么会喊姐姐，那老师都比我大好吗？然后明天那个老师是之前就是给我代课的那个老师，就是问我，哎，你们是不是那个就是你们是不是那个就是啊打疫苗送签名的那个团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都不知道。打疫苗送握手，对，打疫苗送握手。对，我讲过，就是对，就是那个老师。明天，谢谢哈士奇不好奇，谢大鹅鹅。他说：“哎，你是不是那个啊？打疫苗还送握手会，送握手还是就是合照的那个人，就是送签名照啊？”然后我当时非常的反驳他，我说：“啊，不是不是，怎么会是我们呢？不可能吧？这么恐怖的吗？”结果哎，不想撒谎，就说啊，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不是我。不是我，谢谢 K 木，谢谢 R R R A N， 还有什么？他还说什么来着？他反正还说了一个什么，我忘了。哦，口红没了。对，我刚刚去上面拿了口红。咦，哦，在这儿。刚在戴口罩，所以就没有涂口红。戴口罩不用涂口红。这个光总觉得有一道杠痕在这里啊，好难受。但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嘴巴好干，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的光线真好，谢谢一起追日落，谢谢9:04。为什么这里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带货铃啊，就是上货叮叮叮叮叮的那个铃是哪里去了？是我没有找到，还是它本来就没有啊？我找找的。耶，那个铃铛想敲敲铃啊，肯定很好玩吧？都我找找。你们看，这就是那个单反直播间，但是单反不在这儿。等一下啊，我来找找。人没有铃铛吗？还有没有铃铛？哎，为什么没有铃铛啊？这不科学吧？稍带有点不科学。好像他们不是用铃的，他们是敲锣，是不是？忘记了，但是有锣，我没看到了。锣呢？什么被刺痛了？谢谢令母，谢谢 JM 美丽健康美满，准备上课啦，上课啦，准备上课啦。今天的实验很简单，没有很复杂，就只有一个，就是一个物理实验，叫做静电章鱼。对，各位同学好好听课，不要开小差，不要打麻将。虽然中心有个麻将桌，但是其实我不会打，我没有玩过。虽然我楼上就是龙少中总是打麻将啊。我忘记带 iPad 了，没有 BGM 了，好尴尬呀，怎么办？谁能给我放个 BGM 呀？
好尴尬，真的。啊，噔。谢谢 KC。好啦，首先我们先要准备一个章鱼。我怎么好像听到音乐？首先我们先不拿好远的，在楼上呢。吓死我！隔壁在干嘛？隔壁在排练，对，谢谢跑调小公主，谢谢人间底锦鲤。这个是那个，这是什么呀？你们能听到居然不好吧？那我声音说大点啊。这个是一个章鱼，我刚刚在走廊上试了一下，没有成功，然后差点被他们踩到那个章鱼了，放地上试的，这是个章鱼，我们就是可以用这种。这是什么丝啊？用这种塑料丝来做静电章鱼，他送了我好多很多颜色的静电章鱼的颜色，但是呢，这个是已经搞好了的章鱼，这个就是没搞好的，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这有很多颜色，还有绿色什么的，对，我们待会儿再搞这个，我们先用现成的这个塑料丝，对，塑料须来做这个实验，然后呢，还需要什么材料呢？还需要一个。这是什么啊？一个羊毛毡子，羊毛垫子，也还需要一个毛毛，对，还需要一坨毛毛，谢谢糖渣，然后还需要一根塑料管。我感觉我今天的背景好适合搞这个实验啊！等我把它放高一点啊。还需要一个塑料管，然后哎，就是这些材料，很简单。我没戴手套，那应该不需要手套吧？好的，我们开始实验吧。就是一般来说，我看到那个抖音，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用这个羊毛，然后搓一下管子，再搓一下塑料，然后一丢，哎，这个章鱼就能飞起来，正好可以在这个角度飞起来。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们来试试。如果成功的话，大家给我就是打了666，谢谢逸晨。刚刚我在走廊试，反正是没有成功，但是因为来不及了，就不想再试了。好了，我们开始吧。首先，哎，我还是蹲下来吧。没有背景音乐真的好尴尬。首先，我们把这个塑料丝放在桌上。然后用这个羊毛去搓它，让它产生静电。是不是应该不要用这个垫子啊？把这个垫子拿开了，不然感觉没有静电哎。人毛可以吗？人有毛吗？来吧，同学不要就是讲一些无厘头的话啊。开始搓，怎么感觉没反应啊？它应该按理来说应该要贴桌上的呀，它怎么不粘在桌上啊？是这个，是这边吗？啊，它竟然没有粘桌上，哎，没拿反啊，我就不信啊，粘桌上了，果然要用力点戳。好，现在粘桌上了，现在，你看现在它蓬松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章鱼，哎呦，吸到我脸上了，这就是章鱼的效果。我们现在这个先放旁边，我们继续再搓，有点窒息，放脸上。等一下，再搓一下。好，我们搓好了，它就是粘在这里啊，多粘一会儿。然后就是乖乖粘在这个桌上面。然后因为它搓完之后会产生那个正负电极。然后因为跟桌上的那个正负电极是相反的，所以就粘上去了。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羊毛毡来就是搓这个塑料管子。怎么没有反？怎么没有声音啊？按理来说会有那个就是噼啪声，真没声音。反了，没反吧？没反，就刚刚那个方向，刚刚那样就搓不了。好累啊，我手酸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开始了。是不是我搓的不够啊？还是它没电了？好奇怪呀！你们去看那个抖音，真的能飞起来啊！你们先别看吧，等一下，让我先再试试，再试试 ，one more try。抖音毕竟是拍了很多次才能拍成功嘛，我这个一镜到底比较难啊，比较难。再来试试。不要开小差，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有点难搓啊？好，搓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再搓一下。像在搓地一样。这样，就是用毛毛的方向啊？为什么？你们有人告诉我？要因为我有电啊，它吸到我身上了。我可以的，可以，相信我可以成功的。无语，真的是无语。衣服今天带，我记得好像可以用卫生纸，也可以这样搓，就是不用用这个也可以搓。好热，我出汗了，救命！要休息一下。啊。在头发上搓，没有啊，不行啊，怎么那么难啊？我要放地上搓呀，放桌上好像不太行哎，放地上吧，我试试。让我来浅试一下。这个是有电的呀，没错呀，重点是那个管子它没有电。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搓反了？我没搓反呀，那个塑料管子还行，不科学。我就不信。有个鬼呀、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反的呀？一个方向搓哦，我刚刚是一个方向搓的呀，往一个方向搓，不要来回搓。哦，我懂了，好嘛。但我看到那个抖音里面都不是。不要在意 ，Don't worry， 继续。嗯，按抖音你们都是就是来回搓的呀，你们去看、啊。坚持啊，我们再来实验，就是科学就是在实践中成功的，发现真知的。抖音被割。等一下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你看这个。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好像有都有电，对不对？我要不要还用这个簪子试试？会不会这个会好点？没有区别，一样的。好难搓呀！救命啊！是不是还少了点啊？放头上不？放头上有什么意义呢？你告诉我，我还真的信了，信了你的邪。我跟在擦桌子一样，等下别人第一反应进来，还以为就是直播擦桌子。
好，一个方向错，然后来试试啊。哦，有点感觉了，这手有点酸啊，手好酸，我手要酸死了，救命啊！来，静电章鱼。明明他就有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啊，章鱼丝分散点搓好嘛，可是我看抖音里面他都是一簇一簇搓的呀，无语，怎么会这样。谢谢众安一族，谢谢有何不可取。作弊，粘上去不行，它不是粘的，它是悬浮的啊。抖音处理了，漏电了，哪里漏电了？塑料管，对，应该要飘在空中啊。谢谢玉佳云，我把袖子撸起来，我就不信啊。分散一点啊，分散一点，这样分散开来，看会不会好点。谢谢轻视情，轻形式。我也觉得好像有点漏电了，但是我不知道它漏哪儿了。章鱼太重了，可是我看到抖音里面的章鱼都是很重的呀。两个同时错，没有人帮我错。哎呦，手好酸啊，换一个手。但我就是买了专业的管子啊，怎么会不太行呢？擦玻璃。是一个方向啊。哎，好累啊，救命啊。其实还是有点反应的，但是就是感觉反应不够大。为什么我要跑那么小点，太大了是不是？你们觉得大大不大？速度不够快啊，章鱼太胖了，那我弄个小章鱼吧。可是没有捡到啊，弄个小章鱼吧。哪里成功了？不要骗我，我不相信。撕不开，把我和我撕开，撕不开，真撕不开，怎么办？有没有剪刀啊？我去食堂借把刀吧，找个剪刀。你以为剪刀那么好？我找，这是一楼。等一下，看有没有刀。这东西你看上去是这样，其实它好硬的，用牙咬了。好，撕开了，撕开了，撕开了，然后我们把它撕成丝儿丝儿。怎么搞的？哦，是不是要？哦，我懂了，懂了，懂了，懂了。首先这样子，然后给它打个结，先打个结。因为是章鱼嘛，它就需要一个头。对，先打个结，然后就是哎，章鱼的身体就有了。我们，然后把它撕开，把我和我撕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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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霸凌水有点甜，
隐隐约约的日冲撞着湖来，百万级的战争践踏我的脑袋，我是谁反而有的的的。谢谢那爷等你版，我先把它撕开啊，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一个养生类节目，撕纸节目没有成功。我感觉我看抖音好像可以用卫生纸也行，是不是用毛巾？没有毛巾啊，哪有废旧的毛巾呢？好难撕啊，就这样可以吗？你们觉得？哦啊，问题出现了，背景是绿的，然后这个也是绿的，应该没关系吧，反正看得见，相信你们的眼力，只是抠图可能会把它抠掉，但是你就别抠图了吧，抠背景可能会把它抠掉，就看到一个透明的透明的东西飞起来了还好我不是抠图背景直播，好想买一个就是直播神器呀、啊，但是呢有点贵，有点没有必要，觉得这样可以吗？还是再细一点，就这样吧。你们觉得还再细吗？我觉得再细不了了，没指甲，可以了吧？就这样，随便吧。好了，我们来试试。刚刚那个章鱼这么大，现在这么小，我们来一个缩小版的章鱼，看能不能成功啊？看看，哎，在这儿，把我和我撕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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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 动了，好久都没有跳遗忘的国度了，来吧，搓一下，这个好像比较轻一点，狂搓，我就不信我成功不了。羊毛毡子搓一下，19 8 7 6 5 4 3 2 1，手的劲力都比他大，怎么办？感觉我的手劲力没有那个效果，没有抖音那么好玩。抖音就是一个展开的静电章鱼，没成功，屁嘞，没成功。我用纸试试，不行，抖音那个就是特别的有趣，这个不行，这个不太行，我用卫生纸试试。没有成功，没有，不要安慰我。纸屑都给我搓出来了，还不如那个呢，这个搓出来没有那么多，多撕几条。有一瞬间成功了，啊，不行，没飞起来。抖音是慢放吗？啊，那它怎么飞起来了？你确定？你不要骗我，我可没让它成功。我今天是在就是搓管子。好累啊，真的累死了。
肥肥起来的哦，手要快，粘住了。哦，不行，我好难受啊，好不成功，好难受啊！不行，我再试试这个大章鱼吧，我就不信成功不了啊！就是手太酸了，绝缘，绝缘啊！那我绝，但是衣服又静电啊，绝不了缘啊！我没有手套，但是抖音里面就是没有，抖音里面就没有手套、啊、他们。桌子问题，桌子问题，那我放地上也不太行吧？放到这上面呢，试试。哎，真是，我真是醉了，也太容易失败了这个。放这里试试呢？把它抓住，我跟在直播擦凳子一样。好，粘住了，粘住了，我就不信。好累，真的，太累了。好累啊，好累啊，救命啊！手酸了，真的要不能来回搓吗？我这个套餐就是在抖音买的，真的吗？那你们给我剪一下，随他吧，随他吧。我这就是在抖音买的套餐，为什么来回搓啊？可以飞，可以飞。我们休息一下，最后来一次吧。最后试一次，实在不行就算了。搓九点，到底是来回搓还是不来回搓？再来一次，好。我感觉它真的能飞啊！来回，你看，我就说了一个方向搓太累了，太累了。管不行，那他们怎么是用的管啊？是用毛那面啊？对啊，都是用毛那面啊，好嘛。哦，但刚刚他确实已经粘在那上面了呀。用衣架，那个是我看了那个实验，那个是用塑料纸，对不对？唉，人生有点艰难，我把它放远一点。我真是醉了。用毛这边再试试呢，放这边。用毛的这边再试试啊！我现在有点就是，现在你们看它的这个章鱼是没有粘在这个上面的，是不是？它没有粘上去，
马上将它粘上去，我们用毛的这边去搓一下。哎，用毛这边能搓耶，能搓吗？你看现在它蓬起来了，就说明它有能成功耶。好吧，就用毛的这边嘛。行，挺好的，刚刚一直能用错方向了，多搓几回它静电有足一点了。心在失败让你不忍离开。 OK，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管子来回搓一下，离它远一点点，或者你站远点。手都酸了，真的。觉得成功，我觉得不成功。我是不是应该再就是要多搓一会儿啊？你们说成功的人是真的看见了吗？两个一起搓，现象已经很明显了。哪里明显？应该要飞起来才行啊！怎么能不飞起来呢？请章鱼没电了。章鱼没电了，谢谢，我有绿马的用爱发电。章鱼没电了，我真的是醉了。章鱼时间间隔短，那我就搓不了了。谢谢喵小喵的皇冠，搓了红色的，先搓管子，再搓章鱼。也行，也可以，也不是不行。但我看他们都是先搓的章鱼呀、啊。那我就是先搓它章鱼，然后再回来再搓它章鱼吧，好不好？我们就是也，我们就是循环的搓它。一起搓啊！真的是体育课，累死了。好，我们再搓章鱼。好，我们把它就是飞起来。它粘到我身上了。好无语啊，我真的好无语啊。哪里成功，你们总是刷成功的，根本就没有飞起来。就是按理来说效果应该什么，我给你们看呀、啊、应该是悬浮在空中，就是悬浮在空中没有掉下来。你们给我劈，就是劈一下，就是把它倒放一下，好不好？倒放一下。你认为成功了？成功，那我们来倒放一下吧。好，开始啊。好，现在我们来开始试试这个实验。啊，成功了。好，好了，就倒放一下。挺好的。音乐的爱情唱着呼来，百万级的。真践踏我的脑袋，哎，我心心念念的静电章鱼就这么结束了，好无语。这是我疫情之前，被封园区之前收了最后一个快递，真的很无语。你看这个科学实验套装里面有什么实验吧？但我今天没有带水来，嗯。
太无语了。被这个塑料章鱼弄得很气，打喷嚏扔掉。实验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实验用品，这么多东西啊，怎么还有玉米粒呀、啊、哇，里面有明矾、柠檬酸、造血粉，想苏打。造血粉是可以有血吗？这是什么？有很多盘子，哇，东西好多呀！还有泡腾片、变花、变色花、彩虹糖，做什么实验好呢？感觉好好玩呐，好好玩呐！我们来选一个实验做一下吧，待会儿要上去玩那个剧本杀了。诶，那本书呢？看一下啊，看一下，怎么好多材料都要自备的呀？啊，好多要自备的，有没有不用自备的？生鸡蛋还要自备，救命啊！这哪有生鸡蛋啊？我们来做这个人造雪，需要吸水树脂。吸水树脂是什么？哦，对，有。我们来做这个人造雪，虽然没有下雪，但是给你们制造一点惊喜雪花。人造雪，这个是吸水树脂。放高点吗？再放高一点。好，然后还需要量杯和取样勺，还有清水。量杯，我们来把量杯找出来。量杯就是这个，对不对？取样勺，取样勺，莫非是这个？这也太大了吧！有口罩，还有就是一个就是眼镜，这次是蓝色的，不会被抠图了。是烧杯啊，是量杯吗？就是这个，我管，就是刚刚这个是量瓶吗？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管，就是啊，这是塑料杯啊，哎，就是这个，我们戴上眼镜，今天这眼镜有点不太好看啊，还是那个绿的好看，但是那个绿的在楼上。好，我们好模糊啊，看不清。我们来开始实验吧。首先看不清啊。首先呢，戴手套，不需要戴手套。
首先在量杯中倒入，等一下我先去倒点水，等我一下。好，首先在量杯中倒入一小勺树脂，加入20毫升的清水。20毫升的清水，那有点少啊，我居然弄了这么多来。量杯中倒入一小勺树脂，我们倒入一小勺树脂，开始了啊，一小勺。一小勺，然后加入20毫升的清水，20毫升的清水，直接往里面倒吧。等一下，5秒后把量杯倒过来，水凭空消失了。用不透明的杯子代替量杯可形成魔术效果哟。他要我用不透明的杯子。可往清水中加入色素，制造出彩色的雪。这么简单啊。那我们用不透明的杯子吧。色素呢？我们加点色素吧，既然都玩不完了。色素，你们想要什么颜色的雪花呢？绿色吧，就这个。没有见过雪。好的，你们看，首先是个杯子，然后呢，然后是一个杯子。倒不出来呀，怎么倒不出来啊？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还要把它剪开吧？算了，这不能咬的。哎呦，我们不用色素了，好无语啊，都没有剪刀。有剪刀吗？哎，这里有一棵圣诞树耶！魔法圣诞树，这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吗？好的，我们现在变个魔术吧。好，我们现在放一个魔术的背景音乐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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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放了东西的杯子，这是水，我们把水倒进去，摇晃一下。按理来说应该会倒出水来吧？哎，我们现在，嘚儿，哎，倒杯没有水，怎么样？这个魔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把水给变没了！哇哦，小朋友们觉得厉害吗？这是什么原理呢？原理是因为我在杯里面加了吸水树脂，可以吸收相当于本身体积100倍以上的水分。小朋友们可以验证一下它到底有能够吸收多少水分哟。婴儿穿的纸尿裤里面的材料其实也是高吸水树脂，制造出彩虹的雪也可以做彩虹盆栽呢。在盆栽底部加一层培养土，更有利于植物生长呢。好厉害呀，我们再来变出这个魔术怎么样？不变了，不变了。刚刚那个你们看到了吗？看清了吗？没看清可以再来一次啊。好无语。真不错。
要把这里面的东西挖掉。哎呦，你们看，像发糕一样。这就是那个人造雪。对，我们再来一次吧。好，新来的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注意了，首先现在我要变魔术了。等一下，我先把材料准备好。我要开始变魔术了。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杯子里面倒一点水，你们看到了吗？就是货真价实可以滴出来的水哟。先滴一滴给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滴出来？对吧？哎，这个时候我要把这个水放进这个杯子里面，你们看，是不是倒进去了？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噔噔噔噔，水不见了，你看，哎，神奇吗？神奇的话，请把神奇打在公屏上，是不是完全倒不出来呢？本来是有水的，然后我们可以再试试，可以再试试，它到底能够灌多少水？咦，吓死我！我刚刚又倒了水进去了，刚倒了水进去了。这次大家猜会不会有水倒出来呢？猜会有水倒出来的请扣一，猜没水的请扣零。会不会有水呢？三二一，没有水，厉不厉害？是不是水凭空消失了？这个魔术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很厉害？感觉可以再倒一点呢。这是大家再猜，如果就是会倒出来请扣一，倒不出来请扣零，怎么样？看大家谁能够，看小朋友们谁能猜准。好了，我马上就要揭晓奇迹了，让它摇晃一下。好，三二一。好，你可能太重了，掉出来了，太重了，太重了。好了，现在开始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是不是很神奇？还好是吸水树脂，所以没关系。对，大米饭。好了，这个实验就结束了，我们看看下一个实验吧。现在9点了，对不对？再来一个实验，我们就准备上去了，上去了，然后10点再开始直播那个剧本杀。头发上还有吗？不管它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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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诶，又有个火山喷发实验，但是它要需要食用油，算了，我不想吃拿食用油了。看看，看看有什么不需要自制材料的实验呢？怎么都需要食用油啊？怎么？针扎气球，他说把气球吹起来，然后把针扎入气球底部，气球不会被扎爆。你确定吗？圣诞树可以，圣诞树也可以。圣诞树，等一下啊，好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准备材料啊。
这个我想做那个跳舞的小蛇，但是它需要剪刀，我要不要去借个剪刀啊？剧本杀在严娜的房间，我到时候会手机会开直播的。不如我们再搞一个复活毛毛虫吧。算了，当我没搞。复活毛毛虫，去个鬼！现在还没到10点，10点钟去，现在几点钟？你看一下啊。谢谢 K 九八，复活经典复活毛毛虫。真的可以吗？那我们来复活毛毛虫吧。我们来把毛毛虫复活一下吧。真的无语。感觉清理起来是有难度的呀。待会儿我要给自己留半小时的时间清理一下。看看，找个吸管。吸管，纸吸管一个，然后还需要蜡笔和铅笔，我觉得我不需要蜡笔和铅笔。滴管和水，那很简单，还要滴管和水。那滴管，把他的头拴吗？我也不知道他拴不拴。你们觉得需要把它就是染颜色吗？我觉得不需要，你们觉得呢？对呀、啊。好麻烦啊，染颜色，就这样吧。来一个别的背景，这个背景不太能够看清楚。然后其他的背景看清了。好纠结啊，就这个吧。头上有东西，我怎么没看到啊？哪有东西啊？嘟嘟嘟嘟，看看，将吸管包装纸的两端封口撕掉。撕掉了，然后将吸管两端往中间缩，越紧越好。感觉好容易把它弄破。好害怕呀。好，然后把缩好的吸管抽离，白色的毛毛虫就做好啦。用滴管吸取清水，滴在毛毛虫身上，毛毛虫就像复活了一样动起来了。好，我们开始吧。哎，看有没有人连个麦。看看啊，严娜，严娜。嗨。哎。上课啊？没连上吗？等下我声音没开。等下，没上课吗？哎，怎么了？怎么没连上呢？你上了吧？好，再来啊！啊，连上课了！不连上了吗？换一个。随机换一个，刚刚他在上课，我连错人了，不好意思啊。哎，你有听到我声音吗？怎么没有看到？啊，卡了。哎，我是卡了吗？我卡了。OK， 不知道，那我就哦，是卡住了。好了吗？可以呀、啊，这个帽子，去吧。没好啊。OK， 就卡住了。Hello， 你们能看到我吗？没关系。卡住了吗？是我现在是哪里卡了？是谁卡了？我卡了，他卡了，还是你卡了？你卡了。OK。啊啊！可是我这边一点都不卡。我这边也不卡呀。看一下。
怎么回事啊？怎么连麦会不卡？会卡呀、啊？直发比较帅，听从那不卡。真的吗？那他能看到我吗？哈喽，好好笑。哈喽，虽然我现在听不到。我连麦怎么连不了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连麦总会卡呀？啊，不卡吗？但是他看不到我的呀，就没有意义了。我也觉得我不卡，但是我刚刚连严娜也卡，连丽嘎也卡，都卡，很奇怪，网差，试不了了，太卡了，换个人试试。我没有关 KTV 吗？完蛋！哎，我可以看到了。Hello，Hello， 天草，听到我了吗？我听到了，看到了。我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听看不到你。对，了解你的模式。啊，你在干嘛？你现在就是一个毛毛虫。哦，有毛毛虫。OK。毛毛虫，我们现在要把它复活。OK。先变个魔术啊。哦、放哪儿呢？放哪儿比较看得清楚呢？放这上面吧。好，然后呢，我们啊，等一下，哦，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把它复活啊。很想见。你们看，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白色的毛毛虫。看到了，看到。现在我们让它动起来。毛毛虫吗？你看。神奇吗？是不是很神奇的鼓掌了 ？OK， 我刚刚那一瞬间它动起来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好厉害，对吧？这是叫做复活毛毛虫的一个就是魔术一个实验，它的原理是什么呢？给你讲一下，它的原理是纸张中含有微小的植物纤维，在毛细作用下，纸会吸收水分。水的表面有张力，水滴在紧缩的毛毛虫身上，水的张力会慢慢的把毛毛虫撑大，于是就形成了富婆毛毛虫。不是你不解释，我也可以做到啊？是吗？对，哎、我做不到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就是一眼就知道它是个怎么回事的，对，不错吧？好，就这样了，谢谢。所以，哎你。哎，你是就是说这段时间是就是，你怎么会想到就变魔术？你说变魔术，我就是在做实验，做实验。哎，我还有一个实验可以给你，就是我还有个魔术。OK OK， 看来就是大家对我很多不同的技能，太厉害了，我也要搞一点。好，来了，这里有只纸杯。OK。这有个量杯，我们把里面放点水。来一下，你看啊，这个是货真价实的有水，我们可以先就是，是不是有水，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水放进这个纸杯里面。哎，你猜这个水会不会滴下来呢？我现在往头上倒。什么意思？我现在往头上倒，它会不会滴下来？你觉得？往头上倒。对，因为我已经把水倒进去了，你看都干了。对啊，对啊。三二一。哎，神奇吧？是不是没有水了？就完全没有水了。我还可以再倒一次。然后你猜还会有水吗？你再倒一次，我没看到。等一下，你重新来过，我要再看一次。重新来就有点危险了。哦，我明白了。三三二一，摇什么摇啊？你干嘛要摇啊？你看就是杯子里面，快点把它撕开，让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啊？没东西，你看，真假？我感觉杯子里面不太正常。好失败啊！我笑晕了，我这里面是那个
人造雪花。确实洒了自己一头，挺好的。对，我刚刚在里面放的是那个吸水树脂，然后就可以吸水，就是你把它放里面，你看这是吸水树脂的粉末嘛，它可以吸收比自己多100倍的就是水分，你看放点水进去，哇，可以哦。哎啊，哎，动起来了，你看，哇，原来是这样啊，明白。再放点水，然后再摇一摇。嗯，挺不错啊。你最近就是被关起来，不是？你最近就是研究了多少种啊？很厉害啊！研究没有很多种，就是 看就是这样，这就是实践的原理了。太牛了，太牛了！真的，我已经学到了该怎么在酒店里面这样子打发时间了。你在酒店里面？我就是在酒店，我在上海的酒店里面。你买的这个就是魔术套餐，但是好像已经到了。已经关了很久了。好好笑。哎，你就套装挺好的，但是现在快递寄不过来，你知道吧，已经没有用，没有任何用了。好吧，也是，我现在已经快递搞了很久了。是的是的，挺好的。拜拜拜拜拜拜。啊，没有跟你拜拜啊，不是哦，我跟我朋友拜拜。OK， 你是不是也要跟我拜拜了？对，没结束了，以后还有魔术可以再给你变。行，可以。你下次有新的也可以给我变。好的，我本来还有个别的，就是静电章鱼，然后失败了。哦，失败了是吧？飞起来，哎，失败了。可以，会成功的，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这段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真的。那我肯定要期待你成功。好的，下次再用魔术吧，谢谢哦。好的，好的，谢谢，爱你哦。祝生活愉快，对，大家早日解封。早日看到美丽的阳光。对，我们早日可以看到美丽的阳光。嗯，好的，好，拜拜，拜，见。好的。我觉得有点捧场，没有失败成功了。我也觉得就是挺成功的。你看这个就很成功，刚刚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哎，这个怎么掉不下来啊？是不是量比较少的原因？我们把水用完了，很奇怪。好啦，今天的实验，哎，是不是还有个圣诞树没有搞啊？最后15分钟把圣诞树给搞了。圣诞树。然后之后我要备课了，不然很多材料都要自制。这怎么玩啊？这个魔法圣诞树，魔法圣诞树。啊，这个叫种植的呀，这叫种植的。建议在有暖气的房间种植，盛开的花朵比较娇气。啊，它要过很久才能，那要放一天，那我们就先搞着，然后放一天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看的效果。先搞一下，先把它安装一下。好像这个小时候有玩过哎，但是我好像也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让我来回忆一下童年吧，让它成功一次。就是弥补一下童年阴影，是这样放的吧？哎，怎么会这样？怎么那么难搞？1块钱一个，对，我记得小时候好像这个东西有卖的，但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可能是以前没有零花钱，没有买吧。现在就可以疯狂的玩以前没有玩过的玩具了。好了，卡住了，一个圣诞树，然后把这个倒上去，是不是？是不是啊？框上去啊？要均匀啊！哎呀，越可怕越吓人啊！倒出去了都。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就静静的等待它开出花朵吧。我们把这里放一天，明天再给大家分享它的成果吧。我先把它放在一个就是隐秘的角落吧，放哪儿呢？放在那个电视底下吧，反正这里应该也没有人来。无语。
好了，今天的科学今天的物理课、化学课就上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各位同学们的认真听讲，大家觉得有没有就是收获很多呢？收获很多，谢谢抽纸，下次再见。下次我要备课而来，这次没有备课，那准备开始收拾房间、收拾东西了。谢谢，我有绿马，谢谢鹰眼，没有你的四月又到了，谢谢叶凡初雪，谢谢喵小喵，谢谢恰克与飞鸟，谢谢岁月静好吧，谢谢克雷多斯，该隐斯特版，谢谢苏流果，谢谢一起追入日落，谢谢我是未来星，谢谢宋倩云飞草飞，谢谢 Rover KC， 谢谢 KK 木，谢谢支棱起来，谢谢洛德威，谢谢大鹅，谢谢那爷，谢谢干酒达人，谢谢不为什么，谢谢草太可爱了，对，拜拜，待会儿见，待会儿见，谢谢笨蛋，谢谢康康，谢谢小姑姑，嗯，好了，我要收拾一下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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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还是关直播收拾吧，比较快。